林忆莲是90年代最炙手可热的女歌手，身材姣好，面相妩媚，情商高，气质十分出色，至少还有你、情人的眼泪等音乐作品传唱至今。歌后级别的林忆莲，家中又是什么样的呢？这里应该是玄关处到客厅的休息区，米白色为整个客厅的主色调，成熟稳重又不缺时尚感。米白色会让整体家居风格更加耐看，开灯后明亮大气，白色的灯光也不会过于强烈，非常微妙的照明感，主次分明。大面积的瓷砖并不是普通的拼接式，而是直接整体嵌入，豪气把格调都升高了好几个度。养的两天柴犬也十分可爱，选购的标准是一黄二黑三花四白。没想到林忆莲除了唱歌好，像狗的能力也很不错呢。厨房装修属于简约风，为了与长方形的厨灶搭配协调，也选择了长条形的瓷砖，可以说是很明智了，精致不突兀。白加黑这种经典配色放在厨房显得非常干净，厨灶的功能相当简约，跟林忆莲的性格一样大气。韩式小锅非常精致，颜色抢眼，更显可爱。林忆莲工作这么忙还依旧不忘下厨，真的太会生活了，厨灶一尘不染，足以见得林忆莲在家的时候是很少做饭的呢。客厅装潢优雅大方，天鹅绒紫色沙发彰显出高贵神秘感，微微上翘的边缘，躺在上面看电视肯定很舒服。坐在沙发上的林忆莲笑起来与她的歌喉一样甜美，展示的那套衣服应该是某次演唱会的登台服装，很别致。软包沙发搭配软包墙壁，不会让风格变得混乱，磨砂金的墙壁轻奢感满满。沙发旁放置了小圆桌，选用了复古的棕色，视觉上能够与金色墙壁做分隔。看灯具的高度应该是落地灯，依旧沿用了简约风的造型，把工作室直接搬到自己家，很有特色。音响设备都非常高级，大小规格都有，能够帮助林忆莲做出更好的音乐。林忆莲坐在台式电脑前开始制作混音，俨然音乐制作人的架势。长时间待在室内的话，人会变得压抑，所以精心地选择了木质墙面，让人置身于自然中。木质墙面还具有吸音作用，这样即使将音乐调得多大，也不会传出太多噪音，动静两相宜。不得不说，林忆莲真聪明，桌上整齐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小公仔，真的太可爱了。卫生间采用的是干湿分离结构，门边做了防湿包边，工艺严谨，想漏水都难。磨砂玻璃材质很生活化，对于卫生间来说，选用玻璃门是最贴合的。身居豪宅的林忆莲并没有因为有钱而弄得花里胡哨，赞赞赞。林忆莲看上去应该刚洗完澡，头发柔顺，面容干净，实在是羡慕。门外干区用了淡黄色的墙面，配上挑高的白色墙体，可以避免镜子反光，顶上的小圆灯与淡黄色墙面共同营造出和谐的灯光，宁静温暖。听过林忆莲的歌曲都知道，她的歌如同她的人一样有格调，高级的音乐元素就像她的豪宅一样阔气，但是歌词却很能引发共鸣，如同她豪宅中的每一个角落一样有故事。林忆莲的豪宅很好的诠释了一个好的居住环境是可以造就一个人的性格的。你喜欢林忆莲的家居装潢吗？